也打出了安打，在良好球的情况之下哦，打出安打不容易。想要用外角高的速球啊，稍微走了进来啊，哇，被身为带中。所以像，空点了，这球收球，选择传向一垒，好，至少各取所需啊、哦，有比较好吗？有有哈、哦，哇、嗯哦，四坏球保送，哦。所以说，他一定会有在，一定会回到他的那个对决的关键点去。比较可惜是前面几颗好打的位置没有把球打进场内啊。打进场内，投手前的滚地球，转身传向一垒，还是完成了刺杀。那富邦在第三局的攻势呢，是错失了两次得点圈的进攻，双方还是1-1平手。